临床的一个药单或者药，或是一个怎么讲一些处方签啊，那它非常戏谑的，非常好玩的，非常好像一个当代艺术师的一种观念艺术的方式啊，开始带出来啊，然后他罗列了几个啊，比如说患者是谁，台湾啊，姓名是什么，台湾岛啊，那性别是男性，这里面当然有一些非常有趣的一种修辞学跟隐喻的啊，比如说这个男性的啊父权的社会啊，台湾是一个父权社会，所以他台湾是一个男性的，而不是女性的。所以这里面他们有发展这些问题，他是用点的方式让我们去想这个问题啊。好，那每一集是中华民国福建台湾道啊。当然有些地方呢，我们可以去看一下，不一定是完全是这样符合事实的啊，因为他可能他是一个想法。好，那这下面他就是看看他的一些蛮有趣的一个处方签啊。好，然后里面呢很好感性。然后我想这里的最重要的就是说它的诊断结果是台湾一种文化世界的地能格啊，然后知识营养不良啊，那慢性疾病啊，那这样子啊，那他说那个体格优良，但是要适当的一个疗法，应该啊上个虚度治疗啊，那等，然后如果会不行，如果这个延迟的话呢，就会有死亡之余这样子啊，好，那他有些疗法，还有什么正当疗法等啊，好。所以他在就当时的这个文化状态，把它认为它也是个处方签啊，各位看得到，就是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呢，然后还有提到一些很有趣的一个说法啊，这是他在这个是在1930年代的时候吧，啊，他所开出这个临床讲义，这个非常有名的、非常有趣的啊的一个非常具有批判性的，而且带有某种。艺术如果作为一种感知的一种模式的话，那么它也是一种非常有艺术观念的啊的一个想法。但这个它也会回想很多，我们可以帮他想到这些问题去啊。好，所以刚才提到的这个世界是台湾是世界，台湾是从他这样的一个想法里面去看。好，那我把这个关掉。好，所以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台湾所在位置，刚才提到后脚板块所撞击下所形成的这个岛的状态啊，就是在从这个日本的这个南部的这个九州吧，啊，九州这个地方开始延伸出来的一系列岛屿啊，好，啊，这是一个地理的概念，好，然后提到了这些板块运动啊，包括吕宋岛屿，啊，还有包括这个琉球岛屿啊，那台湾就属于这个两个岛屿中的一个地理位置，包括跟中国大陆这个区块啊。到这些好，所以全球化跟世界性呢，试图把它描述成某种程度的一种阶段性的二元对立概念，但是它只是阶段性，它不是意思说它不是要取代它，因为全球化这个现象实际上是一个逆转啊，它也自然而然是跟社会主义的这个体系有紧密的关系嘛哈，那世界性事实上呢是要反而要强调非资本主义的概念，但是它并不表示说它是反资本主义，没有人能自外延这个资本主义的运作啊。那资本这个东西也是一个中介物啊，它是一个符号，它是一个体制啊，它是一个运作啊，所以它具有一种物化的啊的一种概念，跟异化的一种死亡区域，也是说它有一个强大的驱动力，就是让一些东西就变得可以被计算的，变得好像可以一个物质的东西，好像是一个死掉的东西一样。但是它另外一边有强大的一个创造能力。所以它是一种一体两面的正反两极运作的啊的一种调度关系。那所以呢，我们爱恨交织啊，那有时候也会调度到另外一边，然后忘记另外一边的一个力量啊。那但也就是说，我必须要去理解到，或者必须去意识到、警觉到，或是我知道、警觉到这个东西的一种张力或内在的一种能力。所以世界性的概念呢，提出了世界性台湾和全球化的台湾。因为蛮谈的是世界性台湾，不是要天天要舍弃掉这个资本主义啊这个问题，而是要重新去强调台湾的世界性的存在，不是需要去抵抗极权中国的一个展示啊，而是要重新去思考台湾真属于东亚的这个岛国的政治学啊，一种在地的全球性，也就是说在地必定指的是就是全球化的一个对立面啊，我们刚刚提到在地的全球性啊，或全球的在地化啊等等的这个问题。类似这样的一个想法。那第四个呢，就是说在全球的范围内进行在地与在地之间的连接抵抗，也就是说不一定要以某个国家与国家的方式，其实台湾因为它特殊国际的一个处境，它实际上可以透过这些区块地域
我们先定义，不是以国家的方式呢去进行一些联系或定性一些合作，那这可以打开它的另外一个展现自我文化的一个管道啊。那用各方面也可以去抵抗这个现代性里面的资本、国主跟国家啊这种民族垄断。那么这样的理论呢，建议大家参考一下这个英国新人一本著作叫《迈向世界共和国》啊这样的一个理念。它里面都提到资本、国主、国家这三位一体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啊，比如说。那谈到资本，我们无法撇开国家的角色，而国家这个角色呢，其实内在隐含着一个国主的概念。那这个国家单指的是 nation， 而不是 state 啊。state 呢是一个比较政体、政治的一个体制或政治的体制的概念。那么国家指的是一个带有某种民族的概念。那这三位一体紧密扣在一起呢，事实上具有某种的载制性。那这个载制性，当然就是说，安森·法兰克在提到这个现代性的讨论呢，事实上脱离不了这三位。它具有排他性，它具有一种所谓新自由主义的一种发展的概念，就是一者一品，一者一物啊，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价值的一种偏颇啊的一个问题啊。好，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本著作提到，我希望它这个名词啊，资本、国主、国家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民主垄断。好，所以导读它其实是一个在地的世界性。在地本身本来就是世界性，对他们来说本来就是不是在地，就是一种非常孤僻的哈孤岛的效应啊。好，因为然后这其实事实上这也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个人想法，因为事实上很多当代艺术家啊，或是一些文化界，都提过这样的问题。比如说马丽在2005年的时候，日本的福冈三影展啊，他就做过这样的一个策划啊。那么这就是黑潮二这样的一个策划展，那么他之前探讨了海洋、雨林、历史。一个议题的成果，包括访谈摄影跟在地的历史资料，展示日本的自贺岛啊地区渔民的生活记录，然后跟台湾啊的这样的一个连接啊，也就是台湾他也做进行这些访问啊，进行这些摄影记录啊，所以就我个人的诠释是说，他是把拉出一个导读的路线，就有所导读啊，到台湾以及在台湾南部的话，那就是吕宋菲律宾导读嘛，这样的一个尝试。那么他马丽呢是有关于这个从一个个人的行动艺术或者观念艺术呢转移到一个所谓社区的活动或是社区的一个艺术呢事实上是一个去年这大概已经有10年以上的一个推动历史了啊，所以他这个所谓这样的一个策展呢带有某种社会行动啊，我觉得是值得被关注。那么他提到这个黑潮文化这个想法特别强调人类学。的一个经验是一个来自于当代的一个批判意识的啊的一个策展活动啊，所以第一个我们可以看从马里看到这样的例子。那第二个呢，我们从这个展览里面有一个双人组的艺术家啊，叫安琪拉或是毛利之后啊，那两个人是法国人嘛哈，两个人呢合作了三件作品啊，其中有一件比较唯一的一生谈到这个冲绳岛的问题。那冲绳岛的问题，因为它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它曾经是一个琉球王国啊所在地，然后它曾经是中国不能再说我对清朝和从明朝以来一个被册封的，它也跟中国进贡，它同时也跟日本进贡啊，所以它这个国家事实上是一个其实独立的王国啊，那它历史非常复杂，跟台湾虽然不能够对比，但事实上会讲到夹杂在强权国家如何自主的问题啊，以及殖民跟反殖民。那这些海洋性跟大陆的关系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启发性的框架啊。那这两位艺术家提出了一个当代法国的一位哲学家格雷斯跟那个瓜达比啊，他的理论提到的这种半理论啊，试图去摆脱这个国家的一种载制啊，也就是国家里面它带有一种所谓资源分配啊跟载制啊的一个建构的问题。提出了一个批判啊，因为国家事实上大家可能某种渴望，大家渴望，但是同时它带有某种有现代性的啊的一个难题啊，也就是说它资源分配包括它的民主的制度代表性始终都是具有某种的一种排他性啊，排他性，也就是多数人必须少数民主中多数啊，那这个少数人到底他为什么在摆在那里，他被牺牲掉吗？
所以这个所谓现代性这个问题，事实上是一个非常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正面就能够去讨论它哈。所以我觉得他这两个人他们在他们的一个路线里面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些观点哈。那广大型的这个理论哈，就这个是我们在展场里面可以看到，这应该在另外一个展览里面哈，他的一个展述的一个样子哈。他提到这个半理论啊，提到这个国家的消失啊，或者国家的一种国家的概念啊，然后还带有某种原始主义和部落主义的概念啊，提出了一种某种对资本主义国家或对国家在这个人类的历史发展中，它不是一个永远不变的一个制度啊，过去曾经没有国家过啊，部落啊，并变成一种王国变成一个帝国变成慢慢进入到现代型的社会里面，就变成有一个所谓国家的概念形成啊。这国家概念形成是晚近的，它只不过四五百年历史而已啊。所以，难道它就永远都存在一个人类的一个社会组织方式吗？啊，这个是一个自然而然会想得到的。所以，多艺术家自己都在思考这个问题的啊。有关国家扮演的角色以及它的一个命运，包括我们知道全球化也对国家这个扮演角色的一个慢慢的消失呢，有人这样提到一个后果国家的概念。所以这个是这两位艺术家他们用的这个广大的理论，特别是广大的理论，我觉得可以被大家去想的啊。那广大这个法国的一个当代的精神分析学家，也曾经跑到这个中正岛去啊，他进行这些法国来研究的啊，也算是一个文化之间的一种交流跟互动。好，所以我要请各位读的，就是说我们可能在这边没办法这个第一个去谈它、去洗它啊。那我们要去找的资料，就是在这个千层。叫千刀语啊，千刀语这本书里面啊，千重啊，是不是？啊，千重代。那么它的第291页啊，到300几十页啊，那这个标题里面提到一个叫做回观的政治跟它的片段性啊。那因为这是中国大陆翻译啊，那翻译有时候可以试着用自己的方式去翻它，我觉得是片段性的比较好一点啊，不是截断性，听起来就比较怪一点啊。因为片段指的是说它是一个碎片的，它是一个一个人类的我们的一个生活的组织或政治组织或社会组织的，通常都是一个区块一个区块一个区块的啊，家庭啊、社会啊，包括这个什么生活的组织方式，包括一个机构的一个组织方式啊，通常都带有一种区块性嘛啊。比如说这是总裁办公室啊，这个是秘书办公室，然后这个是一般职员工作室等等，我们是一种分层科层化的一个社会组织啊，必须形成这样的一个集体效率，所以它会进行一种分类学，或者是一种各种形态组织的部署啊，所以他谈的是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一直到到325页啊截止，那我这个就只因为文章的量，然后有关，所以我只能邀请各位去看去读一下，然后感兴趣的话，那这本书有英文，有法文，有中文的翻译，中文的翻译是中国大陆简体版啊，那上网去当可以找到，那你们再找这个页数就可以找到这个文章。这文章这本书的这个章节对我来说是一个关键啊，也是我理解。这两位法国艺术家录像，刚刚宋振导所涉及的一个半理论、精神分裂、国家的批判、对国家的理智批判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那当然他的问题在于是很大啊，前前后后在这个文章里面，前面跟后面事实上都会谈很多。但是我觉得这个段落，我觉得可以更值得我们去好好去细读它。好，那。因为它前提范围很大，所以我想停在这个地方，就不想直接进入到这个问这个它的一些观念的一个铺陈、命题之间的一个连结啊。好，所以但是有关于主要的理念跟精神，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啊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其实国家这个问题事实上是一个应该可以好好去分析它、去解析它。这是单纯我们要去追求这个国家，对台湾来说特别的这个。
家应该都知道意思吧，好，所以我们就看下一个段落。好，那从这里我就要直接进入到这个台词。